Hello C Book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卞清华。嗨，我是凯西。我的心得是，真的是又惊又喜，然后超级无敌感动，非常期待，然后希望未来呢，自己也可以摇身变成时尚一族。最大的挑战哦，就是要忘掉自我，然后就是极尽所能的表演这样子。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要认识更多精品的品牌啊，对啊，对，然后还有可能自己也要花一些钱去涉猎一些更多的用品，在节目上介绍给大家。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星座主题哦，就是每个人的个性可以因为不同的星座，然后有这么多的变化。我觉得必买单品，我自己也很爱看，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女大的那个忠实观众，也会跟着女大一起去买。然后最近呢，就会发现进军之后，每一次呢都可以吸收到更多的资讯，然后尤其是结束之后，还可以直接去问说，哎，这在哪里买的？可以更进步，就不要停在原地。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唱歌嘛，如果有机会呢，也可以发行就是自己喜欢的作品给大家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觉得之后看怎么样的话，有机会如果有戏来找我演的话，我一定会努力去追他们。